东京走桥，我是鲍勃，我是文。我们今天要来介绍2019年11月才开幕的 Shibuya Scramble， 在里面大人气的观景台 VR Sky， 带大家去看看夜景。这边的门票一张是2000元的日币，那还有指定可以上去的时间段。从刚刚上来的那个电梯的动画，然后到它整个建筑物光线线条的设计等等，超赞的。这边呢跟六本木之丘都一样，属于室外的展望台。但我觉得这边比六本木之丘再好一点点的地方是它的活动空间比较大，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到处走、到处拍。区域啊，它也有提供室外的座位，让大家可以坐着欣赏夜景。而且那个角落的角度啊，拍起来是最好看的啦。我后面那个啊，没有全部罩起来玻璃的那个 SPA， 因为实在太热了。但是呢，相信在这边拍照应该是最好看。那如果大家来这边的话，要自己斟酌一下排队的时间，有可能要到30分钟或是1小时不等。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我们在 Shibuya Scramble 的 Shibuya Sky 展望台介绍喽。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哦。我是鲍勃，我是文，再见。